他们在玩狼人杀。哎，那个数字是重点，数字，数字是重点。对对对，数字是重点。数字是重点。我们又一样啦。这，你这个怎么跑那么快啊？什么？一二三，五六七八，数字。他们不是人。他们不是人。哇。这是什么？真的有人要朗读的？这个是民宿哦。三。你说什么？干嘛啦？什么啦？查一下看是不是。哇，跟粉红色的东西啊。怎么有西瓜啦？他们在玩狼人杀啦。抓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妈啊！我还没上船，我还没上船，不行了。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弄哎。这算吗？米菲加油！米菲，我很需要你的提示。哦，数字是重点，然后他们不是人。他们不是人。他们看起来很像人，但是不是人。什么？外星人名著。对，我外星人入侵地球。粉红色应该也不是重点，对不对？对，粉红色不是重点。因为自己有粉红色。啊，岩浆？什么名著啊？烧死了！那个是吗？哎，好像也只能这样子。什么？我觉得是什么拍卖网站的名字？八彩的，哇，难哦，八成啊。这超像拍卖网站的名字啊！能这样吧？哎，巧克力，你有没有提示啊？我查一下。那个巨石强森有演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名著啊！巨石强森有演。这不是名著啊！到底谁出的？这为什么是名著啊？那可能改编成电影吧。我查一下，好难哦！你查巨石强森演了些什么？其实你们看到的不是动物，是数字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哦，不是，这不是名著啊。没关系啊，你就猜啦。对啊，有可能他们歪了就歪了。反正一定会歪的。哦，好吧，一起歪吧。大家都开始歪到。不是，这我真的看不懂。上吧，米菲。那就这样吧。啊、米菲都看不懂，我觉得好可怕哦。我的妈！来喽！哎，结束了。哈？哎，结束也是的。啊？然后呢？怎么差这么多？哇，看一下，老人与海，哎呀，啊、又一个老人与海了。哎、欸，是，哎、欸，可是我过程没有哎、欸，我也没有哎、欸，有歪哦，有歪哦，有人没看过老人与海是不是？你过程里面没有老人与海？没有，我盖两次哎、欸。啊，那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我先看看，这是什么、啊？你的。它浮在水面了，在水面上吗？哈哈哈哈八嘞，老人海，八个人呢？八在哪里？八在哪里？哪来的八仙？哇，厉害了！居然有人猜歪了，难怪你们过得这怎么猜歪？哪来个八个人？有人没猜歪，蛮厉害的，胡子有八块。好歹旁边乘个八也没有啊。对啊，七个村民也没有啊。对啊，老人与海而已啊。太好笑了。好，哇哦，哇哦，发现仙人掌，那这真是满星盖第二次了。哇哦，废的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西瓜。他伪装的，有人混杂在里面呢。哇哦，这个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天哪，好有趣哦！悲惨世界，哇，哎、欸，这我一开始不是有讲过，讲到有啊，这个根本就看不懂，我看不懂，水管，悲惨世界，水管，这是哦，杯，悲惨，杯子的杯哦，对啊，盖
猜不出来。这是水管呐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什么东西？不见了！没有啊，你穿越地心要用挖的啊！挖穿地心啊！我一直以为刚刚那个才是马里奥的水管呢、欸。哇，水管绿色的啦！穿越地心真的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地心冒险变电影了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难怪哦、喔，地心冒险走！哇，六六六，下面没东西呀、啊！还没穿越。地心冒险啊，去冒险啊！瞧看，哎呦，你没六六六，当电影了，懂欸、你懂了，你懂了，我哪有演，你知道吗？这哪是名著啊？太好笑了。你要怪前面的啊！老人与海，米杯泱泱，哇哇！我要朗读了，没有一模一样。朗读了，等下你的手势换一边了。对，发现了，被你发现。那个怎么变呀？又发现过来了，叫狗也不拉壳啊！一晨，难怪你们会看到水果。我的天哪，我是陈红。没关系，秋风，秋风，我跟你一样。真的吗？两次都有背的吗？换另外一边。一晨，好猛，好猛。这是第一次看到的，应该是第一次啦。对，就很正常。他刚刚一个被落单了。好搞笑。取自于《东游记》的。太好笑了，阿仙过来，那一模一样的后面，还好我懂，是八外星人，是八仙了，八个外星人吧，八个外星人都盖小黑人，你还不是每次都盖粉红人，还好有猜对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个是老人与海哎，太。老人，你的海里根本就只是小水滩嘛！乱发一堆水。我刚刚不是有叫一下吗？啊，然后我的八仙全部沉海。好可怕！飘，这我有查到。乱世佳人是由飘来改编的。哦，这也可以飘哦。哦。飘了，指令有六六六，这我就可以。这个指令，哎呦，聊到六六六，阿飘是不是？对啊，阿飘啊，来，完美。难怪出现画个皮，我一直在想这画皮，画皮哦，画皮，聊斋最著名的一个故事。我老竟然有猜到，你没看到？因为我有看啊。九叔是你最爱的啊，啊这个超猛的、啊，画皮画皮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，这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这倩女幽魂啊，那女的、啊，没有，这倩女幽魂了啊，倩女幽魂又飘回来了，女人猪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是应该猜不到，这个绝对猜不到，没有，竹取物语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竹子啊，为什么？竹取公主啊！我一开始想说是那种聊那个竹林七姐，那没有啊，没有七个啊，你怎么我不知道那阿飘去哪里？啊，请问阿飘是谁？就猜不到啊，猜不到啊！他们连我还从书里面出来哎、欸！我就想说，几个人好吧，你挽救了，我快笑死！可以，太难了，白痴哦！鹅妈妈童谣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你们不知道吗？那个什么马里奥的故事，伦敦铁桥塔下来，我一开始看也是丑小鸭，然后我猜完之后就想说奇怪，丑的那只呢？可是那个盖子也太可爱了吧！丑的在哪里找不到？丑的找不到，我就赶快猜另一个天鹅湖。鹅妈妈童谣，英国童谣啊，我没听过哎。没有，没有听过，都没听过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人跟你共鸣呢。铁桥倒下来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就是那本里面的，谁会知道啊？谁会知道啊？我查也是一只鸭子，背后面背很多东西啊。八仙过来，安静了，八仙过来。你真的没有办法跟我们共鸣呢。哇，好可爱的，好壮哦。笑的。
吗？对，好像是哦。我看那个柴可夫斯基也有，那是音乐剧啦。音乐剧，对啊。问号，问号，看得出来就好了嘛。天二吧，二，天二，哦，天二，天二，是二了吗？伊索寓言，伊索寓言太难了。然后那个，哦，那个，不然呢？龟兔赛跑就是伊索寓言的。伊索寓言的那本书里面就有那个狐狸、驴子跟那个狮子。那个跟你讲，最后应该只剩下龟兔赛跑。对，就应该只剩。有伊索寓言有出来哦，米菲太棒了。哎，米菲，你今天都懂我哎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连那个《聊斋》都猜得到，我觉得很神。龟兔赛跑，跟他们同时吗？他们同时到啊？他手压线了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有手压线，手压线。哎呀哎呀，哎呀哎呀，龟兔赛跑，完全只是龟兔赛跑。伊索寓言，哇，都拿素材哎。真的素材库哪里啊？五分钟嘛，就五分钟，就这个啊。什么？这我觉得兔子有机会赢的哦。我操！又兔赛了，太好笑了，就这样。这盖超快的，这怎么没歪啊？真的歪，完全没歪。这也很难歪啊。这个素材库丢出来，很草，我没看到哎。神农尝百草，有没有？怎么我不懂你啊？难怪出题会出题啊，对不对？我不懂，我这是米菲盖的啊，我出题啊。米菲，我不懂你啊。什么黑额头？草原王。哦，这是题哦。对啊。请问这是一本书吗？你是在讲狮子王吗？我去 Google 哎。哎，真的有这个书哎。我也是想狮子王之类的。博客还有。哇哦！这个头，这个太难懂了。他头好帅啊！哎、欸，这难得是米菲没有盖那个粉红人的。我不好看。哎呀，看下一个，看下一个盖的。不行。哇！等一下，快看，你们快看！让我解释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我好不容易把这一大块，就是一小部分都弄成草地，我想说，哦，撒点骨粉好，看一下草原，一撒下去全部没有，全部不见，我就猜到什么东西呀？操！我 Google 只有那种包店呐、啊。哈哈哈！什么东西、啊？天网络包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写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网络什么？网，你不要放这个，你放这个超烂。对啊。哇哦！他怎么超可爱？可爱了吧？那个好 Q 哦，好可爱啊！金虎，金虎，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太好笑了。《本草纲目》变成了金山王。我的天哪！好累哦，真的不行。哎，金山王是格林童话里面的。真的假？还真的有？真的有？真的有啊！真的有啊！格林童话里面的，说不定这个周杰伦之后就有这个歌了，《金山王》。哎、欸，前面在骂你们要猜什么？你跟我讲，你们要猜什么？这个到底要猜什么？你跟我说嘛。你要猜什么？匈奴王朝之类的。草原王前的半生。没办法哦，有突发意外嘛。等一下，米菲那个是。我也很无奈，就没有。本草纲目可以歪成这样也蛮屌的。好累。那两个老人与海，那导读啦，导读啦，导读啦，导读哦。不然你那个做五分钟看完老人，好像不错。太好笑了。好累哦，东西啊。拜拜。拜。好，拜拜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今天感谢各位收看啦。我 CWT 啊，刚忘记讲，该趁机打广告，就是台中场
跟高雄堂都有去啊，台中堂的话是跟阿静跟乔克白并摊，所以可以来看看我们。嘿，啊，记得也把钱换好啦，因为有阿静跟乔克白在，我怕摊位那边会塞车，所以你们可以的话就是带超百超或是十块钱，就是整数的过来跟我们买，这样我们找钱的话就是不会卡到人。嗯啊，然后也是就是提前先把东西看好再来买，不要到时候才说我想想看之类的，这样才会造成很严重的塞车。然后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感谢感谢哦。哇，你们好认真哦，帮我打行程哎。